不思议光中，全是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功德，故名不思议光。这一句做总结。阿弥陀佛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大愿大显。 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都在不思议光中。我们念佛的人要有大智大愿，要老实，要听话，要真干。 甚深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，成自己的功德。这是《无量寿经》上三种真实体现的真实之机，从体上讲。 真实智慧，从相上讲的；真实利益，是从受用上讲的。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往看第下一段。